那雪竞赛。对啊，再来一次嘛。果然是韩国第一名呢。上面有没有风？风？对啊，这两个中间是树的地带，所以树的后面没有风，但是不保证外面没有风。外面是什么？树林以外，我们现在是两个树林的中间，所以看到的现象是这样的。
觉啊，这里可以钻下来，我们就直直滑了。但是这样就会变成接近缆车下。啊，你要滑这边，我们要滑这边啊。对啊，这是缆车下不好，这没有掉啊。如果这边下面有溪的话，它就会拉一条线来，但是这条应该不好玩。有些人来我踩过了。那是夏威夷来的吧？他他夏威夷晒黑再来的吧？奇怪了他。有想要摸一下吗？没有。
这边下的人都猛刮猛刮的，来我擦一擦。好的，可以。所以那边反而松松的，安全多了，这里则是刮刮。刚刚其实转弯的时候就已经平了，只有最下来的那里那时候是陡的，对啊，那就滑右边当红线滑。隔一段距离再说啊，他们走啊，看得往左切能切多远。哦，到时候出步了。往右吧。那里不行吧？那里凹下去。等我，等我，别动啊，别动。再往右切回去。太凹了，太凹了。我已经开车了。大概这里吧。有很多凹下去的地方啊，要顶起来哦。往前，重心往前，好。被你吓死了，好深哦。嘿啊，很深啊。你要进去左边吗？不知道哎，我们刚刚是用了速度才穿出去的，现在可能穿不过去，怎么回事啊？好深哦，没有动力。我说要不要去左边？是哦，过个门。腰头往前顶就对了。那就回去了。哎，没有要上去啊。
上得去吗？那是一根管子哎。正常路线。要多缓，等下下车左转还是右转？我说回去最后那一段。哦，刚下车左转，看现在滑起来怎样。摔倒就再也不会倒，而且他试图反着朝下站起来，一站就会滑，滑了又下，下了又站，下了又下。我有压，我的脚就贴在前面，我就压着我。
这样子的话，上半身只能强制要弯弯起来，跟手肘一样这样弯，就这样就这样做一个弯就好了。晃不用管啊，重点是右脚有没有觉得百分之百踩实，左脚有没有百分之百踩实。我怎么自己实际做了，我自己也实际这样做，我发现速度怎么超慢啊？对啊，所以这就是控制力很强的一种滑法。摇头，不帅，不好看。不是、欸，这一招就是你之前说刹不了车啊，窄的窄道刹不了车什么的，都是用这个方法的啊。你看我，就是弯道，弯道就是有点像是那个，我现在做一样的姿势啊，我的头很朝前面，然后我把刹车力用的比较多一点，然后你看我下来的速度，拍谁？停下来了。坡度不够了，
刚刚上半部我用这个方法下，我就刷一下刷一下，很慢的就下来了，对吧？差不多就是这种声音，就是这种声音。你现在也很窄，你在这个坡度就做的标准多了，然后其实就是一模一样，在陡的坡度也能做成这样。那就到下面才右转那边回去这样。你说什么？没有，是我们被吓到而已。这边是比较陡一些的新路，这条路是我们没走过的路。好，就是在大概在这种坡度跟这种状态下，就可以用到那种滑法，就会比较轻松啊。就是你尽量试着往前一点，比较会不累，就这样可以一路滑下去，很慢。啊？你说什么？海边的雪是可以进去的。那写什么？不可以进去。哦，虽然开了一个门，这是给谁滑进去的？太暗了。太阳又不见了，那个云走掉之后，太阳又会跑出来了。四人缆车。是啊。哦。我是有点懒得去啊。那去也 OK 啊。
一个是要推，一个是要爬楼梯。去推的吧。唯一的坡度在此，推啊推啊。不卖的，怎么生意没那么好？那个魔毯也一口票的，现在魔毯没了。那时候没有寒暑假吗？寒假没有，元旦假期是不是？元旦假期人比较多吧，应该是。早就放寒假了，一路就跑出来玩。那现在好像日本也没假，全世界都没什么假。那今天是礼拜六呢？礼拜六这又不是随便可以天天来的地方。不是啊，就是请假出国旅游的礼拜六。没有哎，我姐就说。周小班好像就是喜欢维持全勤的小孩。那台湾的寒假是什么时候？就是放完啦、啊，最近放完。哦，对哦，一月多的事情。上面都是雾哎。所以那个龙之脊可以有三个切出来的点，这个很宽的那个是什么？什么？我在想这个很宽的是不是我们切下来的那个红？很宽很安全的感觉。那个黑就是那个斜度呢？看起来是两倍啊。
滑出来了。三点，有些缆车也差不多要停了。我忘记最右边的白白的是什么，怎么大？我刚就是说那一片白的、啊。哎呀，这么精华的，黑色的吗？不是，它应该是我们下的那个红。对，很宽又觉得很安全，它应该就只是个飞鸭雪红。然后那个绿色走一走后，对啊，绿色走一走，你看这里一个黑嘛，那里一个黑嘛，这个不知道是不是 no gravity 还是更前面一点，反正这里一道，那里一道，最后一道就是红的。而且我怀疑这道是新挖出来的，以前有这个东西吗？我以前只记得两道黑，这道感觉很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变出来的，而且那里你不觉得好分叉吗？那个是缆车吗？它有围一个红网子，那个我记得，那个红网子的中间是一个半圆沟。可以滑，是积雪的半圆沟。我觉得缆车没有挂着。不是，那两根不知道什么东西。缆车是走那吗？我记得是。缆车更远，缆车好像在更后面。没有，缆车在最近的地方，我看到了。是哦。在拱多拉旁边。没东西吗？对啊，所以我在想那一条线是什么东西啊？它如果它加盖缆车的话，我怀疑这条红线是不是新挖出来的？我以前不记得有这样子的东西。我有以前的图，要不就是我们以前没胆，觉得那个雪很松，我们会死翘翘；要不就是那是新开出来的。好不平哈、要滑哪里啊？滑以前的练习波。帽子吧 ，HOOD 吧。